今天九月的十号星期六，现在下午的时间3点钟，你看看现在记者开翻了，喝了一瓶的 Peroni 的啤酒 ，Peroni 的啤酒，因为今天在圆山花博珍宴馆有一个国际艺文的表演，有一个国际艺文的表演，这边你看有个混种现场，混种现场，这边很多不同的艺术家，有画画家，有那个雕刻家，很多的艺术家在边做一个展览，有音响混展，有混展农现场，这边非常多的，从今天开始一连到下个礼拜天，每天都有这边展览，欢迎我们民众来到花博珍宴馆，圆山花博珍宴馆这边的展览现场参加展览。你看看，连我们那个社长呢都开放了，这边有招待的啤酒，免费的啤酒 Peroni 的啤酒，这个记者燕国龙在圆山珍宴馆的报道。